你不仅碰瓷，你还对我的女人动手动脚。哎，不是，兄弟，徐天然，兄弟，大爷，其实有话好说。我刚接到群众报警，说这儿有个碰瓷儿惯犯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？这回又可是第五次了。不是，不知悔改。 大哥，哎哎，不，请进，过来，我中午能吃喝，甭喝两杯啊！不是，辛苦辛苦您啊！来来，这边，辛苦您啊！找你来跑一趟，你看，来吧，咱别看了，好啊！哎，看什么看？来啊，来，看什么去？哎，谢谢你啊！亏你还绝对味觉呢，连最基本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都分不出来啊！那他喝多了，他上来就吼我，还拽我，那我就懵了嘛。好了。 手机给我。哦。你以后要是再遇到危险，打电话给我。